老师好，那我们在，这个是 Safari 浏览器哦，我已经找到图片，想把它换掉，那怎么换呢？来，压久一点，拖移过来，来，我在右边的 Safari 浏览器，手指头压久一点，老师有看到吗？这时候它就浮起来了呢，我就拖移过来，拖移过来，当你靠近它的时候，你看到那个框吗？会感应到哦，放开，这样就换掉了。来，再一次，假设我要把这张图取代到原来档案。在右边 Safari 浏览器压久一点，当它浮起来看起来怪怪的了，你看见吗？这时候呢，手指头由右边推到左边，注意哦，它会生这框。如果移到这里来，就跑到下面这里哦。你看见周围的框吗？移到这里来，放开就可以把它取代掉了。